问你哦，看一下前面有观众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吗？没有。这几年台湾方疗也是打疫苗的人越来越多。啊、现在很多吧。你也打疫苗？哦，我已经打了。提醒了我还不知道怎么打。我怎么打不知道。对，在哪里？可以自己打吗？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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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当然自己不敢打。没有关系，我已经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不要讲这种戏。是吗？对呀、啊，不行不行，要去医院诊所这种地方。是这样。对呀、啊。那我还是要练习一下。对，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来练习一下吧，孩子。请进。你好、啊、你是要来打疫苗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来这边的人都是这样。是这样的、嗯、我们在哪里认识？啊，不认识，不认识，不认识。对，我不用你紧张，不好、啊、不用紧张，不用紧张。OK OK， 那请坐。没有意思。有，看不到。有吧？没有。我说有就有。你是国王？也不是。男的，我家的。是不是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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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有吧？健康啊。有。看不到。赶快坐，赶快坐。上次看不到意思啊！我还记得，还记得，我记得。那是我应该，我有点紧张的。你把紧张吧，对不起。别担心，别担心，不用紧张啊，那不用坐。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那先帮我填资料哦。没有，有。有吧？聪明的人才可以看得到吗？不是这种的，我说有就有。你是天皇吗？不是呀，不是天皇啊。什么意思？好了，没有，但是有。猜你有什么的呀？为什么不懂啊？有吧？真听不懂，不好意思，下次再打。不要来呀、啊！是的。那门口呢？为什么门口有啊？门口有？为什么？没有吧？一直没有，只要没有门口呢？门口有？没有啊！我说我就是有啊！你在说什么？这是我的台词啊！没有，但是有啊！那椅子呢？没有。资料没有。门口有。太奇怪了吧？为什么有啊？你看一下，椅子没有吧？手机呢？手机也没有吧？手机有。没有。有没有吧？那我问你哦，看一下前面有观众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有吗？没有。有吗？你们是有的吗？啊，果然是外国人打疫苗真的很难啊。是你自己的问题吧？